今天就奇怪喽，一上午没考。嗯，上午没考。昨天听那个杨哥说，他说早上5点钟到10点钟之前，嗯，可以。10点钟之后，基本上没什么考。这边水库的一个特别特殊的鱼群。对，主要是跟这个水库的环境有关系。嗯，今天太阳比较大，有没有关系呢？嗯，也有可能。水温现在是水面上的温度高，嗯，也有可能不在底上。嗯，而且我们钓的非常深，6-7米深，对吧？嗯，到了下午，经过这个水温上升了之后，上层已经不适合鱼这个停留了，觅食了，它有可能往底下去。嗯，到傍晚可能又会稍微好一点。刚刚来的时候是看到那边有青鱼在翻水啊，翻水啊，是吧？嗯，打尾巴。是。可能要到黄昏的时候就是个窗口期。对，跟昨天一样。我们现在打个窝子下去吃饭。嗯。然后下午休息，中午休息一下，3点多钟再过来。好，3-4点再过来。看好，看好。哦，一来肥肥就上了。嗯。好，中鱼了。哎，要帮忙你说话啊。好猛啊，女汉子，好凶猛啊！漂亮。对，下钓台，稳一点。这条肯定不大，但是这也是我的第一门。力气不小。来了就有机会，你不要救，我觉得不小啊！今天是个好日子。别进去了，别上，不用进去。哇，这个好美，厉害的，这个女汉子，太漂亮了，想到了。今天轮到我帮你放鱼了。开竿第一个，别进去啊，别上。跟昨天的节奏怎么样？还行吗？感觉就是这个风倍儿爽。这个也不想，什么都不想说，就是笑出了鹅叫声。豪哥，我也有今天。顶了，哎，技术很好啊，可以嘛，经验很丰富，这不老大附身了，这个你把那个脚就打，狼牙山五壮士有没有？不是，你这射雕英雄传，不，你可以拍个九宫格破锁吗？不用，你人走，我那台机子拿不开了，拿就好，顶了，问题不大，可不可以？是不是那个哥？绝对可以。看你就用那个，不用五级板，你就用这么帅的时候，我不是得露个脸？露脸对着罗峰的这个，30往上，真假？30往上，我现在的心情，我现在的心情就是，我现在的心情，我现在的心情，无法用语言来表达。牛逼！进去他妈不想追我了。哦。昨天的节奏好像。哇！可以。再来。王八。啃老。父老乡亲们，敬爱的钓友们，天下钓友是一家。看我曹大哥，百万大网红给我抄鱼，这是啥牌面？我力气还可以，还有心讲话我。要跟进一下吧，跟我一样，都是年轻小伙子。来跟，好，往前跟，走。好嘞，入仓。其他的摄像人员往后退，往后退。撑着了，撑。其他摄像人员往后退，撑着。绝对30万。耶！噔噔噔噔的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打扮成的姑娘真漂亮呀。妹妹，给你长脸吧。长脸。走一个吧。
来，我来帮你提车吧。来，不要勾鱼，鱼的。我拍大景啊，这是0公斤啊。谁给特写？公斤秤。有。你拎着吧。我对着这边。这个你能看到？对着这边。十几啊？12.8。12.8。12.8是多少？找不到。26.6，12.79，45肉算12.8啊，12.8乘以20个，25，25.6，除个网头，45肉26，网头这个网头可能在2-3斤吧。哇，那我这尾鱼有24-25斤有了吧？差不多，是不是？有，可以，在我心里就是就破我记录了。来，我上一尾是20，我上一尾是20斤，这一次又破我记录24斤，耶！让我感觉下一尾干一条34斤，我感觉它长得不像24斤，挺像34斤的，是30多斤，是不是？我感觉力气也不小，是不是？来，先来合个影，耶！给鱼，比老三昨天的轻松哦，上面。对。没有，其实你今天下杆的时候我就感觉要上鱼了，因为我的浮漂下去了就有信号，要摆尾。他今天很温柔，所以今天我们两个到了第二天呢，还是下午开始发的窝，也是证明了乔大哥跟我们说的，就是你这两天钓完了之后，你觉得这个水库的一个特点吧？我给两个。这个水库呢，它这个水温呢是比较低的，然后再一个它的深度也比较深，上午呢就是经过一个晚上啊，前一天晚上这个水温下降了之后，这个上午阳光还不够，这个水温还没有迅速上来啊，所以这个鱼呢它就也没有下去，没有下底，有可能早上出太阳的时候鱼有可能在中层到处巡游，到了这个温度上来的时候鱼开始往底下压，所以这个鱼的到了这个中午过后鱼口就会比较好。所以每一个水库还是有它水库本身的一个特点，我们要找准特点。为什么每次守巨物的时间都会非常长？其实前面的时候我们也在摸索，比如说这水库的地形啊，包括我和老曹大哥我们俩的这个钓位，他那边稍微比我这边要浅一点，但是明显他那边就靠近越往右边的这个鱼口会好一些，所以我这就是我基本上也是在蹭他的窝子。然后我们俩也在他上午的时候其实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，比如说这个钓鲤底啊，对，钓浮、钓半水等等都试过了。对，有中层的话有小鱼都不是正儿八经的鱼啊，但是打不着，都是小鱼口。哇，又来了，哇塞，哇，去拉一下，老曹。这条更猛了。小身板。啊？你的小身板可以。瞧瞧我们操作。兄妹齐力，不对的，兄妹齐心，合力对齐。大鱼。啊！你就直接推到水上。两个人，这条不知道有多大，这条劲儿大了。把那杆有没有拆了？把那杆要不要拆掉？扛住了，两波空气了，爆发了，今天再来，不管是杆子，我昨天晚上怎么说的？叫他爷爷来了是吧？今天来收拾他们，谁来都不怕，
我这有大哥，我有大哥，我怕啥？谁我都不怕。这是格格独创的坐式钓鱼法吗？歇会儿，坐式溜鱼道吧。就这，你们就吃晚饭，就回头。我们就蹲下，再一次狂。吃完晚饭再来接我。不是，你慢慢溜。我还在这儿。溜到我们吃完晚饭再来。兄弟，你是那个，但是你碰上了我葛小格，专制不服。我跟大哥们学了这么多，这种360度花式溜鱼。帅点的。帅不帅？帅毙了吧！帅毙了！你现在再帅一点姿势，帅一点、啊、姿势怎么帅？帅！哟、摇起来！哟、高度要拉个肚子，很高的肚子。水深，这里面鱼确实力气大。啊，老曹跟哥哥二比二了。我也不想，也不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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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我面前都是巨物。巨物，巨物。啊，这都是值得纪念的渔获，因为刚刚，其实第一下。10.6。10.6。10.68。21.2。定了吗？10.8，就是四舍五入10.8。10.8就是17、18、19斤，不到20斤。对对对。好，OK。可以，啥也不差，不差事儿啊。直接。最重要的是，直接给它放了吧。嗯，直接放了。对，你俩就放。哟，昨天发财，你发财。今天格格发财。被他赶上了，2-2了。2-2。咱们又没有比，是吧？没关系，他上我上都一样。啊。哎，他上这两天可以啊，六月啊、相当棒。对，相当专业。我是在想一个问题，它的杆子长，我这个杆子是8.1米的，现在啊，它九变形了是吧？8米的，换一个，给它换一个，给它换一个，它是9米的，对。哎，你看，帅！所以我现在把这个杆子打满一点试试。啊，它争取能够去上游。它的钓点比你的要远个1-2米。会远，不是远，是它杆子比我长，9米杆子。我靠！现在打满一点。都别进，都别进去。老曹又上了，那就可以讲解一下啊，有点去讲解的东西。这小水花翻的，这就是两个运动员之间的战争，一个是岸上的运动员，一个是水里的运动员，究竟在这场博弈当中，谁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岸上掉输了，岸上掉输了。该冲出去了，他要冲出去了。要冲出去了！警告对方的运动员，警告对方的运动员，我方老将毕竟也40多了。我有40多吗？见好就收嘛，不要做无谓的挣扎，你是没有办法取得最后的胜利的。我反而超过40家以上的鱼。不会这么的动，对不对？对 对，他们行动缓慢嘛。对，他们就是跟你打桩。对，耐力强。这种鱼的话，它是冲劲儿大，它是这个爆发力啊，跟这个耐力结合了。你说它爆发力强吧，而且它还有耐力。来，差不多了。来，那个介绍给水吧。准备完，上走走。大哥，过来看看，这条是哪个？
草又来了。干活干活。哎呦喂！草草哎，又来喽。哎呦，要被拖下去了。哦，这是昨天跟今天潮上第四条了。对，第四条。哎呀，宝曹大哥就是不想使劲儿，他再想使劲儿的话就是14条。我们俩要是跟着，鱼都被你拉飞了。我们俩跟着待个10天半拉月的，这里面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来挑战了，鱼都怕了。要怕我不？哎，我赶紧干我的活。主要是怕你这个巨物格。巨物格。这条感觉大吗？这不是很大。不是很大。应该跟刚刚的鱼体差不多。哦，对对对，来，先让堵一下，先堵一下。开马啊！多大？30过吗？30必须有。必须有30啊！比咱俩刚刚那条都大。都大是吧？我看着都大。因为这线放的长，它感觉它的爆发力没有之前那么两条那么强。越大的它越敦实。对，慢慢来。对，越大的就让老曹大哥来，要不老曹大哥一顿吃2碗饭是干啥用的？我这不吃3碗了。小心手啊！好的。好。歌都唱起来了。手当心，哎呀！真的比刚才都那两条大。是的嘞。大多了。有。兄弟姐妹们，靠你了，上鱼！哎呦，这条真可以啊、哦！这条有望35加。放心吧，这条要是有跑了，算妹妹的。OK。哇、哦！升格吗？升格。你有点过分了啊！好。好嘞，景超。耶，上钩！哇！牛！完美！把那个秤拿来，又要跳起来！你每次你总是出。我们开心就拍手，开心就拍手。好嗨哟！钓鱼的北北，钓鱼的北北。来，钓鱼的北北，钓鱼的北北，哟！大家看见我就，哎呀，哇！是没找到、啊，赵哥你太厉害了！哎呀，舒坦，太厉害了！你真是大哥，用现在网络流行语，你就是10分哇塞，你知道吗？哇塞，10分，10分哇塞，公斤 OK。24，看一下啊，多少？放手，16点。让老曹大哥猜一下啊。30吗？刚刚30吗？13.6。多少？13.6。13.6乘以20个27斤多。就这条将军就25斤。嗯。25斤。25斤。又给我估错了。不行。不行。就不用那个了，直接把它放了吧。别呀，这么大鱼还是拍张照吧。拍张照，我是拍。拿起来吧，拿起来。是不是挺大的？来吧。我咋就觉得俩夫妻抱了个娃娃呢？这可不就是我们的孩子吗？这就是钓鱼人的希望，钓鱼人的乐趣，钓鱼人的精神信仰，是不是？咱钓它就图一个开心，图一个享受这钓鱼的过程。钓鱼的人都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大乌梦。真的，我改名了，以后叫巨乌格了。两个手拖着，他已经瘫在那儿了。来，吸口氧。他飘着了，就走了。相当愉快。有一个甩尾吗？再见吗？他刚才已经给我甩的半湿身了。好，我们不对话呗。不对话了。
枪口先别看。前段时间我们找大清找的这么狠，一直找不到，没想到奔波千里之外的湖北，一次过了瘾。今年的大清你一次性过瘾。不要太爽啊，我看的手都痒死了。确实，哎呀，这个其实还是资源，像湖北的话它是这个千湖之省嘛，所以这种水库啊、湖岔啊等等啊，相对来说是比较发达的。然后尤其是这种深潭的水库，还有湖岔等等。这个水库据说最深地方有30米，对，三十米。那个前面那个闸口那个地方下去，你就知道了。它本身是一个峡谷，拦断了，所以水深藏大物。全钓具，藏大物。爽！一年的猪，全一次钓了，不负此心。